双方是上海和广东。前两局的比赛，上海队大比分2-0领先。我们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。第三局由上海队的主攻外援布里西奥发球。来首发。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。两次一传都是直接落地，这一球其实又是发了两个人的一传的这个位置的机会。先由布里西奥来发球，上来直接一记 ace， 又是一个发球得分。好发球啊，布里西奥发球直接得分，两轮的发球啊，好发球。这样的话，给到二号位王怡。布里西奥大力的一个爆发呀，这个球好发球。好发球，很准确，直接的依旧是找到了石冰彤。判断失误了，这个球是落在界内的。好发球，这比较有冲击力。这个球主裁吹了打手出界，直接得分，球落界内。还是好吧，这个球是反击开网的逃锋，布里西奥打到了腰线。布里西奥的发球轮挑战成功。